家，所以昨天都没有拍影片。然后你们看我上一支的 weekend， 不是 weekend vlog， 就是 a few days of my week 的那一支影片，就知道我在家都没有在做什么，反正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影片。然后假如要开始上学的话，就在家个上学、做作业，没了。就我在家不太会找事情做。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拿到我的 temporary license， 就是这不是正式的，这是我在 Michael 的陪同下，我可以在路上开，然后我就是可以用这张，假如有警察拦下我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讲我有这个。然后我很满意他们帮我拍的照片，就是脸看起来没有很肥。我记得我之前在美国拍的任何一个证件照，脸都超胖的。太多 energy， 他没有办法正常走。我们找到一个公园，然后来这边丢球，然后还有呼吸新鲜空气，因为都没有人。不然就是每次出门都戴着口罩，都闷在里面，都没有就是都没有机会吸到新鲜空气。我们来看我们之后想要买房子的地方，然后来看它有没有一点进度。然后之前看都还是平平的地，然后现在就是它有挖几个洞，然后还有加一些木头，还有用一些电表，我们两个就超开心的。我们想要买，这块，你可以。哦，对，就这一块，我们就是想要买这一块。我们刚刚去买了那个，我们刚刚去买了。泡芙，还有一些小甜点。哦，天哪，好大，这个，我想全部都吃掉。这间甜点都卖得很便宜，大概都两三块而已。然后它的泡芙也超好吃，之前有买过一次。然后它的那个 cream 很多，超级无敌多。我们今天就是开车看了很多的房子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好像现在就是也不能去餐厅吃饭，然后呢出门就只能去公园人少的地方，然后不然就是开车看漂亮的房子，或者是那种 neighborhood。 这是现在疫情的休闲娱乐。我刚刚去拿了一个包裹，然后应该是前几天订的牙线，然后这牙线很特别，我开给你们看。因为它寄太多包了，就是这个牙线，这个牙线很特别，是因为我戴牙套，然后我每次刷牙的时候都要用那种。抽一条出来，然后自己在那边用很麻烦，而且就是也不太好用。然后这个牙线它是专门给戴牙套的人用的，所以好像就是前面做的比较平还是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直接这样子用进去，然后把脏东西用出来，所以很方便的感觉。之后再跟你们大家讲好不好用。我们要出门了。我们刚回到家，然后原本想要看电影，然后就觉得好像缺了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买 chips 配电影。